今天是万圣节，然后呢，我想要试试看可不可以拍到一些，就是那个外国人他们装饰他们家的造型。然后我今天想要去两个地方，第一个是我想要去 Los Gatos， 然后还有第二个是 San Jose， 然后看一看有没有还不错的装饰可以看一看。然后呢，我车比较大，看到的就是这个恶魔的脚。其实恶魔的脚装了好几年了，然后我觉得可以每天都是万圣节，不一定只有万圣节才可以装恶魔的脚。OK， 上车吧。这家布置的还不错，所以我想要走过去录一小段，然后看一看，然后戴上我的口罩。Are you scary? Nice. 太神奇了，刚刚那个竟然是我同事，我在拍他小孩，然后他竟然认出我来，他说 Nikki， 我说你怎么在这？太奇妙了。好，我们继续逛下去。